没有挖成这样，最后走的那个要怎么办？可以呀、啊。从旁边运动，对，从运动边一点点，这样比较没那么松。大概就是卡中间这段。那沙越挖越多。对啊。麻瓜没，已经没有挖。你有拍影片哦，你第一个挖。嗯？那个哥后面有在多加网子哦。自己好像没有那个黑色的吧？对啊，所以我每次都是在玩新车啊。上了嘞、欸，没有特别陷下去或特别滑的感觉。这个还可以啊，这个对这辆车还算还可以。头加那么重了，要不要加？一轮也是五六百起跳了吧？我觉得这几天改装最好用的就是这个。超棒的，对啊，要不然你之前好像另外一手拿着来，先架先架啊，等架到的时候，对啊，架又怕它倒，然后等架完的时候奇怪怎么没人，要扶起来，那肯定是在架。